心寒的部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同床共枕这么久的枕边人，他竟然是可以跟你这样大翻脸，措手不及。对，我再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他有跟你道歉吗？没有，他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。哇，对，这是我比较受伤的地方。对，尤其是你明明有共同事业，这个、还有女儿，你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这部分我不能原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平均的故事，你是这一区唯一结过婚的代表，而且你的新闻那时候其实蛮多人都看到，因为你跟你的前夫创了一个非常厉害，我记得没多久是20亿的一个网拍王国。对，哇，你是几岁结婚的？我25岁，哎，就很早婚。25岁，对，25岁。他跟你是同学吗？对，等于说我们在大学生的时候就在一起，对，所以毕了业大概才一年多，大概25岁，对，就结婚了。哇，大家很难想象，那时候是爱得轰轰烈烈，难分难舍，非他不可。其实也不是，对，是这样。对啊，因为25岁，其实女生怎么可能25岁会自己会想要结婚？你根本就大学才刚毕业，你对啊，你完全不知道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。除非是刘德华，对，对，但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是中南部人。那两边的长辈都是很传统，那尤其是对方这边的家庭就很传统，觉得说，因为我25岁，他27岁，然后你知道南部有个传统是29岁不能结婚，所以要赶在28要结。那我25，他27，那就是要赶快结一结啊！真的，你们家好早婚哦，对啊，就是赶那个25、27，25、27还要赶着结，农历29不能结婚。你是什么年代的呀？对呀，那个就是年轻的年代，不是吗？因为我那时候没有，因为我这个年代还比较情有可原。中南部，因为我是台北人，可是我妈妈那时候就讲说，你28岁要结哦，一定要结，因为要跨过了。他说如果你没有结的话，那就不要了，因为29不能结，对，就类似那个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我台南人啊，有吗？所以可能每个没有，对。然后反正我就是遇到你们两个家庭都这样子，代表命中注定这个婚就是要结。真的是，我妈妈这边可能还好一点，但是对方那边就是很迷信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变成说那一年就有一个逼迫感，就是你们两个今年一定要办一办。双方家庭的这个撮合之下，然后也没有人要问你意见哦。即便我就已经有说，可是我觉得这样还太早，然后我可能还没有什么想法，你就是还是有推脱一下，可以变成两边的感觉。对，两边就八字对对，然后日子就定了。对，然后你就有点莫名其妙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对对，因为也好好的嘛，然后就在那种压力之下，你就莫名其妙就结婚了。然后你再回想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哈。这件人生大事怎么就这么莫名其妙就结完了？那从一个小姐变人妻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生小孩的压力这件事。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件事，就是你一旦一结婚之后，然后婆婆或公公每天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啊，你们什么时候要生？好传统哦，每天都聊，压力好大。对，就是你一旦有见面有吃饭，然后一定就是问这个。我觉得这跟你的个性好不像，对，因为你对结婚就已经没感觉了。对，你是新女性哎，再跳到生小孩，你更没感觉。对，你自己也还是个小孩啊，才25岁，然后就开始面临生小孩的压力，而且还不是生小孩而已，是有指定生肖的哦。就什么时候指定生肖，什么时候生会是什么生肖，那可能今年要赶快哦。然后还会跟你说，可能什么月份的话会比较有机会是男的。哇，就有对八字的，你知道？对，那你就会压力很大，变成好像是赶进度，对，就要赶快了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压力还蛮明显。你的个性还蛮配合，还蛮温和。我没有配合，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变很多。你以前跟现在应该差很多。你怎么会那么顺？你完全不会叛逆吗？没有，其实心里面是不开心的，但是你也没有要吵啊，对啊。你看，若是蓝轩，你会怎么样？不要啊，不是就不要。然后当然，我觉得可能为了家庭和乐跟两代之间的关系，我可能会跟他们说理，就像我跟我妈妈说理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有啦，就是一直有说哦，可是因为我们还在拼事业，然后可能现在还太年轻，没有想法，就是大概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就混打混了很多年这样子。对，是有这个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你结婚没结婚最大的差别，就是有这个压力。这个压力变得很明显。后来你们拖了多久才有小孩？3年多吧，三年多，对，到那个小孩子已经被念到臭头这样，而且我又生女的，啊，对啊，又是另外一个压力，又被继续念，因为你生的是，因为大家就是要男的，然后你又生一个女的，当然就是立刻又催下一个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生好像是快转人生，被推的一直快转，你们很快的变成爸爸妈妈，然后老公老婆，然后又变成这个创业老板，对，什么东西都挤在前面就发生，对对，有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们的婚姻维持了。大概6年左右吧，六年六七年左右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走不下去？
我觉得当然这个压力是一个部分，造成冲突的一个部分嘛。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我觉得夫妻之间会慢慢走到开始相敬如宾是没有话聊。你们两个一起创业应该很多话聊吧？我本来也应该是聊的话都不想要听吧。对，我觉得相处上会有一些问题，比方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，对，那我就很喜欢看那种有点推理啊、有点悬疑、会思考的片子这样。那你就发现两个人一起去看完之后，然后你要跟他聊，然后他说我看不懂刚刚在演什么，你就发现这个没办法跟你聊这些事情，不太对，没有共同的话题，对，没有共同的兴趣跟话题。然后因为创业的关系，所以因为我太年轻就创业当老板，所以我会想要去进修我自己，我就买了很多商管的书啊、财经的书啊，然后我也去报名上一些那个管理的课程啊。对，那我当然都是希望是可以一起的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一起当老板嘛，当然就一起成长、一起学习这样。可是对方也是不要的，他也是没有什么兴趣这样，步调不一致。对，所以你看，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事业，我们都没有共同的事情可以聊。对，我有一次主持他的记者会、大型记者会，当时他们两个还在嘛，都在。然后那公关公司就跟我就说，待会那个最大的头要来啊，待会怎么导引啊，衣服要怎么介绍啊，我们要炫的时候啊，公关公司我不敢问。我说你们公关公司不敢问什么意思？然后有一种你去问，因为你毕竟是主持人嘛，你去问。那我说我要问谁？对，因为当时就是两个当家。对，到底要问总监还是要问董事长？对，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当家。然后这两个人就是不说话。他们在台上跟在台下就是不说话的一对，就没有什么互动。已经在记者会现场两个还不讲话。当时我们不是你那个感觉就出来，就是现场最好不要有任何的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两个不太讲话哦。那时候觉得怪怪的，本来还以为只是因为第一名高处不胜寒，后来就爆了那些事情。所以那时候已经是有状况。你们两个其实有去做婚姻諮商。是我提出，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样子的关系是不好的，我觉得这样一定迟早走不下去，而且我也很不快乐，那我想要改善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曾经有提出说，还是我们去找婚姻咨询，就是让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我们，到底客观第三人来讲，对，其实我是想要修补这个关系的，谁不想要婚姻幸福美满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有小孩了，对啊，然后可是他是拒绝的，他就觉得说他有点大男人主义，就觉得说有什么好吵的，反正你就听我的就好啦，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，我说什么你就听我的，就不会吵架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变成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，因为他就是觉得就听我的就对。男女也有别了，一般女生比较喜欢听人家意见，男生都觉得我干嘛听另外一个不认识我的意见。对，你觉得你们俩的状况是个性可能落差比较大，年纪也有关系。我觉得太年轻了，有可能是因为太早婚，然后你看25到30几岁这一段，可能正在你高速成长的时候，尤其又创业，你成长的速度其实是会更快。而且你们大成功，你们成功的太快。对，那个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的改变跟成长，你被迫要成长，变成一个成熟的人。你毕竟你要带领几百个员工，对，那这个成长的速度不太一样，那个脚步是不一样，这好大的考验，所以那个差距拉出来之后，变成没有话可以聊。那到现在，因为你自己也重新再创一个企业了哈。你原谅他了吗？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在最后的时候上演了一些争夺战嘛，对不对？股份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都被他拿走了。对，那时候你的心情一定……对啊，因为我其实本来是很天真的以为可以和平收场，我们其实刚开始也是真的和平的签了离婚协议书，我们是在理性的情况下自己去签字的对，那当时有个状况就是。我们签的那个离婚协议书，其实里面有一条是我们讨论好，就是我们先暂时都对外不要公开，因为毕竟有公司嘛，有员工嘛，有股东嘛，然后就希望说，不要造成大家影响公司营运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就先都不要对外不要公开。那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只是不公开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。是，可是他的认知不是这样，他的认知是。我们既然没有公开，那我们就跟原本是一样的啊。可是不是已经去登记离婚了吗？就是他的认知是，就还是要住在一起、睡在一起，然后我也一样是可以，你一样出门是要报备的可是我想说，那这样我离婚干嘛？对啊，这个其实最大的问题在这里，就是你对于离婚协议书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不同的。我的认知就是，我们只是不公开，但我们就是离了。那他的认知是，既然不公开，所以就维持原状。你们两个真的什么想法都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点，因为所有的要求我都是拒绝的，就是我拒绝回复像原本已婚的时候的样子。我认为我们就是不公开而已。但我们应该是要像离婚的样子。对，那这个点就产生了很大的争执。对，然后他就直接跟我翻脸。就变成，因为我们原本签的财产分配也是一个人拿钱跟
房地产，然后我要公司，嗯，那后来他就毁约，就不把公司过户给我，就才整个撕破脸这样子，主要是原因在这里，对，所以我才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像恐怖情人，就是当你不听话，他就报复你，嗯，所以我才会到现在是没有办法原谅这件事情的，因为到现在我财产是都没有拿到的，哇，所以你是净身出户的意思吗？对，是啊，对啊，而且是被。有点被报复的情况，这样，所以有点有点傻眼，因为本来真的以为是可以理性和平分手的，所以后来你那时候没有找律师什么保护你的权利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你公司就是没有过户给你，可是你已经签了放弃财产的那个协议了，你先签了这个。品均他是一个对事业是蛮有想法，对，因为我一块钱都不要，我要公司，他选择了公司，你可能没有想到公司搞砸。可是公司确实十几年的人会这样对你，你应该没有料到。对，我比较心寒的部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。同床共枕这么久的枕边人，他竟然是可以跟你这样大翻脸，措手不及。对，我再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他有跟你道歉吗？没有，他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。哇，对，这是我比较受伤的地方。对，嗯，尤其是你明明有共同事业，还有女儿，然后你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这部分我不能原谅。而且是打拼的，你那段时间你怎么调整自己的？对啊，再怎么样都是共同打拼的，再怎么样也要和平的分呐，啊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嗯，对。这件事情是，所以我才会一直说我没有办法原谅。被创业伙伴最亲密的人伤害，你怎么走出来的？哦，刚开始真的也走不出来，就是整天就在哭，就在家里哭。然后一定，嗯，你想本来很忙碌，然后你变成你还被公司开除，你也进不去公司，然后你一夕之间就什么都没了，你真的。本来是很忙碌的一个人，然后你每天被人醒过来，你看着天花板，想说我今天要干嘛？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以前大家追着你开会，追着你问问题，现在你是你想干嘛你也管不了事。嗯，对，然后就心就揪在那里啊，就很难受这样子。然后甚至有一段期间是我也见不到女儿。嗯，对，你也进不去公司，你也见不到女儿，然后你什么都没分到，你真的是。对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了。就是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念头，就你们两个的歧义，本来和平离婚，变成像仇人一样。对，就这样，因为那个事情，就因为对。会不会男生的想法，其实他也认为，你们说好的，我们现在都是揣测嘛，你们说好的，只是不公开，但是他这是他最后挽回你的余地。他在做最后的挽回，对，有可能只是我们先这样，对，但是我们没有要立刻分开。他以为你还是我的太太，但我的但女生就是觉得，对，你现在既然不要当我的人了，我就什么都不给你，对，会这样，有一点这样子。对，我就想会不会是就是说，你认为你跟他是共同创业，但他可能一直觉得说是他，我觉得他有一点变成是说，虽然是共同，但是你没有，你不能离开我，如果你离开我，而且是以我为主。真的很大男人，所以其实，可是他说我的这些功劳苦劳都不可以被抹杀啊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再怎么样，这公司有正式的头衔，你有正式的你的分工啊，所以法律上也是很妙，因为这个在追究太远了啦。只是我的意思说，如果就法来讲，因为婚后的财产是一起的啊。对，就是因为我签了那个放弃了，因为他选择，你怎么会签放弃呢？为什么要放弃？应该说，因为我放弃存款跟房地产，可是公司要给我。对啊，为什么公司？那你为什么只签一半啊？没有没有，他就毁约啊，就公司不扣给你。那你告我啊？可是公司没有在合约里面吗？你就告他，那钱跟房子要拿回来，你就是要诉讼才能拿回公司。那现在就在诉讼，现在就在，还在诉讼的过程中，公司就乱七八糟了，价值就不一样。哦，了解了。所以其实你先拿钱的人就是先赢了嘛，因为公司是会折旧，现在公司变一个烂摊子了。对对，就算可能拿到也价值也不一样，就是本身选公司人就已经吃亏了嘛。对啦，还有东西也搬来搬去啊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那种男女共同创业啊，就夫妻俩共同创业，我常常想说，到底他是不是真的？在男方跟女方各自心里头想象的那种共同创业是不是共同？对，嗯，所以通常女生都比较感情好的时候都不会想那么多了。对，嗯，该理性还是要理性。后来发现这个人跟你原来想的实在是完全不一样。嗯，你们两个后来你公司没了，对，房子钱没有拿，对，就是归他嘛。嗯嗯，连小孩子的赡养费他有付吗？有付啊，就一个月10000块这样。10000块。嗯。10000块，东京卓艺的老板10000块，这怎么念起来这句话不太正确？是市值20亿吗？对啊，但就是这样，他怎么给得出来啊？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打官司，其实他不然也都要20000多哎。就说如果走那个程序的话，一万块，对啊，就是美金吗？要讲清楚哦，不要冤枉人家哦。对，台币啦，啊，真的啊，他怎么可以开得出这样的一个数字啊？你有跟他问过吗？对啊。对，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跟以前认识的人差这么多？因为再怎么样，
你就是一起打拼事业，然后在一起过了这么久，然后结果撕破脸的时候，这个人是可以狠心这样子对你的，这个是真的对自己还蛮心寒的啦。再怎么样，总是曾经在一起这么久的人嘛，对啊，所以为什么对这一点会不能谅解，就是他真的对你太狠了。而且不止对你耶，我觉得对女儿的女儿也很狠吧。最主要是女儿吧，像小朋友可能蛀牙、啊、有做假牙的费用比较高，或是报什么夏令营才艺课，可能1万多块还是什么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是讲好是说这个部分可以另外请款，就平摊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也会拍账单，然后卖过去跟他说，哎、欸，可能要跟你请一半这样，哎、欸，他也是就要么不读不回，要么就说看不清楚，不然就说可是我看不清楚，不然就说什么理由啊，然后不然就说可是我又没同意，他就是几千块他也找理由。他自己的小孩吗？我觉得他其实这个问题不在小孩，他的情绪是跟你一直在，他一直在气你，他在纠结他的心情。对他，所以我才为什么说情绪化，就是因为男生这时候还放不下，他是在报复小孩，他是在报复大人，对，就很幼稚、啊。不然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跟你，有什么理由？怎么可以这么幼稚啊？他现在什么状态？可是妈妈就会很难过，是影响到孩子。那算了算了，你请个款也要弄得好像我在求你施舍我一样，算了，后面就全部自己付，就不再跟他讲这些。我说女人的热心特别强。不管能不能，就为母则强啊，对啊，就几千块算了、啊，不跟你要。他现在有再婚吗？有哎、欸，对啊，那应该是大概离完一年多，还是不到一年就再婚了、不到一年就再婚，对，就速度还蛮快的这样，对，好像离完婚的女生都会。男生女生就不太一样，男生其实很快可以再找到新的伴侣，也不全然是这样的、对不对？也不全然的，不全然。你今天完完全全是少数派，极少数，还是个案，就是还是个案的，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数据显示，好像男人比较需要那个母爱。因为会比较快，需要人家照顾，所以不用一点伤痛情绪。因为他刚刚讲，他有两年都在这个行尸走肉、很伤痛的情绪里面。那你刚刚说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嘛？这个也差太多了吧？一个那么痛。但不太一样的事情是，我刚才说他已经在切割的那一刻，两个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。他已经还在眷恋着那个情感，那个时候男人的理性通都出来了，你可以说理性断了，也可以说狠心。他通通想到就是这个是陌生人了，谁会去照顾一陌生人？一个月给你1万，很多哎、欸。小孩不是陌生人啊，他是陌生人，所以他一定是爱他的孩子。男人都这样想吗？不是男人，我说是个案，因为你伤了他的心，不管谁对谁错，他现在谁伤谁啊？我就说以他的心，他一定认为他伤了他的心。对啊，他最后还有那一刻要挽回，你怎么可以离开我这样？对啊，他有这样讲，就他，我认为他的心态就是。我们签的归签的，可是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真的要离开我。